欢迎回来，新闻现场，新闻继续要关心的是来自嘉义县山区方面的消息。目前是阿里山石狮笋的产季，但今年笋也是大失收。农民表示，去年共计已经采收到四万斤，但今年只剩七千斤，产量减少超过五成。你去年收割笋的工厂是摆满着要交笋啊的货车，但今年笋啊产量无济，是形成着强烈的对比。石狮笋是嘉义县山区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产季是每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，现在应该是采收高峰的季节。但来到特班的笋啊收工厂，催笋的大鼎无伫运作，因为今年石狮笋反常是大失收。去年这个一四五五口拢淡白富，啊，今年笋量到今仔日一个干一个园主爱五四万斤，到今才七千斤尔，迄差偌济。所以讲，现主是这个产量差偌济。画面上是去年五月份达邦的笋啊收工场，笋农出出入入大丰收的状况，和今年冷冷清清的气氛比起来是差真济。你虽然今年的笋啊计销袂歹，青笋一斤35元，石笋一斤40元，计销是比去年贵一倍。但是你啊话，搁较贵，都是无笋，都是无笋，无货。我甘愿讲有物件安尼啊。朝朝有，咱有当谈，有当食。有笋农在去年冬季已经累计采收四万斤，今年只剩七千多斤。我们阿里山上吼，有90%吼靠这个笋来生活的，一年一次，最起码我们也一户人家吼，一户人家你好，你十几万和二十几万吼，你一年就可以过活啊。你今年你看看，来到达邦山区的笋啊园，原本这个时阵应该是满满拢是幼笋，但是现在是空空生不出来。唔知是雨季、雨水季啊，是安怎吼？较无啥会发啦。笋农来推测，今年是气候雨水无顺，雨笋啊生不出来，加上山顶的高山啊买来偷板，离笋农收无笋啊，对山区的经济来源来讲影响真大。今年这个天气吼变。变了好像这个，像这个天气，一直到目前都是冷冷的，哦，笋它就会长不，它现在长出来还长不出来。啊，山季要来的时阵收过大，啊，去年产量收过多，啊，造成这个山季吼要来的时阵水无够，造成这个未发笋的问题滴啊。去年的石狮笋是丰收，但是计销崩盘。今年是拄到失收采无笋啊的状况。你根据了解，一个笋农去年会当收10多万，你今年预估2-3万拢无，是面临着无工作会使做，失去经济来源的状况。新闻单改发阿里山乡蔡勇报道。